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1月13号星期六，农历是11月27。那么下个星期三呢，就是初一了，12月初一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呢啊稍微讲一讲我们这个佛法里边讲的啊五力啊五种力量。人呢有五种力量啊，可以帮助自己啊，帮助自己修成啊，因为有这种武力啊，你这个人呢 会自己会生成一种啊，我们说那个性根啊，就是善根呢、啊、有信心的那种善良善缘的那个相信的那个根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佛根。那个武力呢，就是性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还定力、还慧力。实际上性力呢，这个是比较每一个学佛人都必须要懂的。如果你不相信啊，你对佛法中三宝不相信，你说你怎么能修心啊？因为他这个有性力的人呢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，当你相信啊这个佛法之后呢啊，你这个能破一切疑惑了。过去比方说我们不相信佛法的人，我们身体上意念当中有很多疑惑啊，很多疑惑就想不通了啊，为什么他这么啊这么坏还这么有钱，为什么啊我不行我不信，然后就去冒风险了，做坏事了，然后呢就制造一些给自己不好的障碍呢，这因为迷惑所致啊。信力呢，是因为你相信之后你的信根增加了啊，你就不会啊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所迷惑，这信力很重要。精进力呢，那就是我们说修一切善啊，断一切恶的很重要的一个啊，这个增上缘啊，增上缘。你想想看，你精进的努力的人，精进总是好的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很多人呢啊，不知道精进。比方说你啊，少睡觉多念经，少睡觉多学佛啊，你总是在往善的方面在走，在增上啊，往上啊。那么你拼命的做好事的人，你是不是说精进啊？你想想看，你做了好事之后，你还会做恶事吗？你说这个人整天做善事的人还会做恶事吗？啊，那么有什么好处呢？能破除啊身心的懈怠。很多人呢懈怠嘛，就是说懒惰了啊。你说现在人懒惰不懒惰？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，人非常懒惰啊啊。念力啊，念力是什么？念力呢，就是意念了啊。意念好的意念，这个能增上精进的话，能够破除一切妄念啊和不善之念。大家知道什么叫不善之念吗？就是不善良的念头都会没有，你就会成就出世离苦的正念功德。你们知道什么叫正念功德？正心正念的功德很大呀。你修了半天啊，你虽然修了，但是你自己念头不正，你想想看你怎么会有功德啊？你做每件事情你都有自己的目的啊，你说每一句话都带着私心，这就是邪妄之念了 啊。所以这个念力呢要正念啊。所以以后师父台长问你们啊，哪五个力啊？啊，信力啊，有信心；精进力啊，精进的努力；意念念力，那么还有一个定力
啊定力。定力是什么呢？定力呢，就是你能够啊禅定，你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你才会有定力啊。你知道五欲六尘对人的影响，你会破除欲望烦恼，你就会有禅定解脱。所以定力，为什么有些人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啊，不管啊发生了什么思维上、家庭上或者社会上的一些问题，他为什么都能够定得下来？他一直这么好好念经修行，什么烦恼都没有，他解脱了。为什么？他依靠的他的是定力啊。那么戒定慧，定后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慧。那么智慧啊，智慧实际上就是慧根了，你的慧根好了，你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智慧的话，你就能消除啊这个见思惑啊，见惑和思惑啊啊。实际上见惑和思惑，也就是说啊，你必须要破除的啊。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迷惑了啊，我们就得解脱啊。那么增加慧力，增加智慧，证到阿罗汉果啊。所以学佛人呐，真正能够学得好的人呐，去排除一切业障啊。实际上他这种修心的力量，就是帮助你增长这个学佛的智慧了啊。所以佛法上讲，佛法如海，信者能入啊，啊智者能度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这个佛法，你相信的人，你才能进入这个佛法呀。你说你现在不相信，谁会去？去来拜佛啊，来念经啊，啊。那么这个人虽然还没信佛，但是他有智慧啊，你也能度到他啊。所以要正信正念啊，对不对啊？不要混淆社会上的一些视听啊。对佛教呢，要爱如珍宝，爱如珍宝，念念不忘啊，不要生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念头啊，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啊，怎么样来帮助自己，兼顾自己的啊力量啊，就是佛性了。那么有五种力量，那么请大家，今天我跟大家讲的，请大家记住了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佛当中的五种力量啊，五种力量。其实力量呢，来自于你的正心正念啊，其实每一个都有关系的啊。所以我们说三皈五戒啦，五戒八戒十戒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些东西都是让你精进的一种力量啊。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啊拥有智慧？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有力量，要有力量。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个五力呢，实际上呢是这个啊，很多人呢是佛教的用语了，佛教的用语。这五种力量啊，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啊，精神上的，是一种能够超脱啊凡尘的啊那种力量啊。你想想看，定力是不是内心的？慧力是不是内心的？念力是不是？精进力啊，信力，全部都是内心的啊。所以你想永修善法，就永远修这个佛法，这个叫善法。你必须增长慧力啊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懂得四圣谛啊，苦集灭道啊，所以你就会慢慢懂得这些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人啊，学了之后啊，就慢慢用到生活当中去了啊。比方说不懒惰了啊，精进努力了，对菩萨有信心了，升起无上信心，对不对啊？对这个世界
懂得啊，非空非有了啊啊，对所有的人间的一切烦恼了，不能所束缚你的身心啊，不能束缚你的身心，你就破除了啊身心上的一些啊烦恼。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懂得静行啊，跟精进力、跟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其实它就相辅相成的了啊。实际上有了信心的力量，你就会努力精进，精进了之后呢，你会慢慢的思考啊，然后思考之后呢，产生定力，定力之后呢，产生智慧。所以这个五力啊，它全部都是啊连续在一起的。希望大家好好学，希望大家能够懂得佛法的根真谛啊，菩萨这个智慧呢是无边无际的。好，下次我们继续跟大家播讲。